芊芊，看来你不是用这个凳子上吊自尽的。你既没有踏过这个凳子，那又是如何悬梁的呢？不是我，不是，我昨晚就给他送了一盘香梨。一盘香梨，可现在只剩下一个，是芊芊吃的吗？一个临死的人胃口还这么好。奇怪，这帐中气味为什么与别处不同？这不是女孩子身上的气味，绝对不是。真后悔，当初就不该把你带到宫里来。我真后悔，我太后悔了。回禀公主，如实报来。那个刘总管把芊芊的尸首拉走，根本没打算埋，不知道他要留着尸首干什么用，直接送进天牢的停尸间了。这个刘总管，他到处散播谣言，说教坊新来的女教习是您的亲戚。仗着您的势力滥施私刑，把为天后寿诞献舞的才女给生生的逼死了。哎呀，你听听，你听听，姓刘的还是抓住了我的把柄。这个刘总管他，我呸，大不了一面抵一面，我豁出去了。你豁出去了，你豁出去，你自己去死啊。你别带着我呀！我真公公息怒，我不就是这样吗？我快好，公公，公公，我现在该怎么办？唐敏前来领罪。领罪？是裴公公让你来的吧？此事与旁人无关，要罚要杀，任凭处置，大不了一命抵一命就是了。小小年纪倒是有些义气。既然如此，那本总管就成全你了。来人。在。教坊教习唐敏僭越宫规，滥施刑法，草菅人命，逼人致死。当此。